大家好啊，我哋今日讲讲中野数学 formula 公式，而当中嘅 topic 咧就系 change of subject 主项变换啦。而呢一题 formula 咧已经系个主项嘅 P 嚟嘅啦，见到 P 等于二 bracket P 加 W。而今日 target 咧就系 W 啦，方括已经有指示噶啦。咁啊，好多时候转 subject 咧有好多方法，好多 way 去做嘅，但我觉得万变不离其中啦。OK， 你只要将个 W 咧变成一个似冇朋友嘅东西啦 ，OK， 咁啊将其他前后左右朋友移走晒，佢哋就变为一个独立嘅 subject 咧，就完成咗个题目噶啦。嗱，咁呢一题咧，首先 target 个二先啦。嗱，好多人会 expand 佢啦，但我今次选择咧可以唔乘二，反而除二。嗱，掟过 P 嗰边除咧，就变 perfect 二咧。咁啊已经拆咗 B 加 W 库噶啦。咁你发觉好快脆，已经得个 B 阻住佢嘅啫。咁你移走埋个 B 咧，就完成咗，就变 perfect 二减 B 都系 W 啦。咁我之前讲过啦，喂，你转主项咧，定喺左手边嘅。咁你重写翻喺左手边咧，咁就完成咗呢题噶啦。OK， 咁下一条咯。嗱 ，A 等于5 AB 加4 C 减 C。咁第一个迷思就系呢个大细草 A 嘅。嗱，其实喺主项转换呢个 chapter 里面咧。大細草英文字母咧，你當佢唔同代數嘅，即係佢哋不能夠相加減，亦都不能夠相除 ，OK， 唔可以弱咗佢嘅。所以呢題咧，個subject細草 A 嘅時候咧，我會建議邊一個朋友阻住佢哋咧？嗱，細草 A 有呢兩個 term 啦，得個 C 冇噶啦，一定係移走個 C 先噶啦。咁啊移過變正，咁啊變 A 加 C 等於再5 AB 加4 AC。咁啊到呢度位置，喂點佢哋加唔埋又點算好呢？咁啊秘訣就係之前嗰個 chapter 我哋學過 factorize 噶嘛，各位。咁我哋可以將個 A 咧抽出嚟啦，嗱剩翻啲害群之馬喺另外一個圍住佢啦 ，OK？ 咁變為 A bracket 5 B 加4 AC。咁啊呢就害群之馬咧。嗱，掉翻個 A 加 C 嗰度咧，就完成咗變除咧 ，OK 咗噶啦。咁啊，亦都係重寫翻啦 ，A 喺左手邊啦。咁啊，完成曬呢題嘅轉換主項噶啦。喂，明白同學記得 subscribe 你嘅數學999，計啱變特首。